现了。香港，因为香港嘅经济同埋股票市场运作都冇问题。不要廿三条，好伟大。佢哋升空啦。以前去又跟旅游团啦，你又要翻单位写证明啦，又要限定啲时间啦。应该咁样噶嘛，冇理由俾啲大集团咁，我哋香港人影相都唔得，我都系即系都。你先奶粉还是？牛奶跟咩啊？会想再取新股嘅。真理在胸不在手，无私无畏即自由。Yeah.